刚才我排了一个说被那鳄鱼压住的事啊，刚才突然有个人给我，写留言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昨天晚上我看到他发了一个东西以后，夜里做梦了，梦见他了，梦见他以后呢，然后我就在他那边留言了一下，留言一下以后，后来在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留言啊，我看看这什么信息啊。刚才梦见你了，梦见你，你给了我看了个消息，上面写的路透社，然后后来再过来以后，我就身体被压住了，全身痛啊，痛了，好像在夜里边被压的，我感觉有东西被压住了，我呼吸都呼吸不过来，然后我自己感觉开灯了，也没感觉到什么，我又，然后后来终于好像人醒了，我再说，因为我是真的开灯了。我原来我开灯的时候灯也不亮，实际上是在梦里边。刚才做了梦里边，我明天再看一下子啊。这是另外一个，一个信息啊。同前面一个呢，有一点差异的呢，是因为我看到那个路透社，一个新闻拿给我看啊，一个路透社拿个新闻拿给我看。哎呀，我看了他的那个，他给我看的东西，那个关于阿桑奇的啊，我那个，那个给我压力很大，也是一种压力啊，给我压力很大啊，给我压力很大呀。给我压力很大，这么大的一个事情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帮这些人，而且我公开去帮的话，也不方便，只能悄悄说啊，只能悄悄的，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变形金刚了啊，变形金刚了啊，我看到变形金刚啊，变形金刚提着一个绳子啊。提到一根绳子，这上下抖动啊，抖得很厉害，上下这个幅度搞，现在把人家脑袋都踢破了啊，对应上那个变形金刚不是把一根绳子上要踢人家陀螺嘛，要踢人家陀螺啊，踢人家陀螺的时候，这个幅度也太大过头了，不是轻轻的像外科手术一样轻轻的干，轻轻的干啊，他用力干，用力干，用力干，这个图呢，越举越重，越举越重，越举越重，这个方法就是在这帮那个阿桑奇啊，就是帮阿桑奇啊，阿桑奇暴露就是这些人呐、啊。现在变形金刚现在处理纳西的话，直接就在帮啊，就在帮。昨天晚上，我看了这个消息以后，我压得我胸口都气都喘不过来。我当时睡觉的时候看了这个。看了这个阿桑奇那个信息，我完完整整看完了，看完了以后，看完了我就带着这个沉重的心情就睡觉了，睡觉的时候就，然后就被压住了啊，其中还有一个心情就，看了这个关于阿桑奇的消息以后，我就被压住了，压得气都喘不过来，这个消息从哪里来？从就是来自路透社那个啊，后来他告诉我他在路透社工作过，在那路透社啊工作过，那边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啊，气都喘不过来的时候，看到我被压住的气喘不过来是那个外星人，放了那个放了变形金刚来帮我了呀，因为压在我身上的，怎么把我解脱出来的？怎么把我解脱出来的？他就把那个把那些人脑袋里的那个陀螺啊，给他拔走。拔走了才能，不压在我心上哦。原来有这么一层关系。我昨天接到了这个信息以后，我带着这个沉重的心情睡觉的时候，压在我，祖辈的身体上。这个消息压在我祖辈身体上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外星人派来的变形金刚，处理那个压在我身上的那个信息背后的东西，就是那个人，那些人脑袋里装了那个陀螺的，陀螺就是那种人呐，用这个方法来帮了阿桑奇啊，我也就，没有对这些信息不理不睬的，原来是这个强烈的信息给到我的时候，然后我一连串发出求救信号的时候，他们这样处理了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